2022年3月25号，今天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北部加东半部，也个是有一挂短暂雨，中南部山区呢有云间款哈，也个是有落雨的状况。啊，那平地所在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古历加到2月23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于北较南温度19度到32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家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家看新闻。来，首先吼，那么是来个针对着这个乌俄战争吼相关的报告吼。啊，今仔日吼，咱终于来看到比较较具体，美国国咪对中国采取了吼制裁的限制吼，到底是虾米吼？来这篇那个听看嘛，你讲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中国政府立场对头到尾安尼爱爱卖卖啦。在国际上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的时阵，美国的拜登政府23日啦，终于出价。来吼啊，针对的这两国，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啊，另外一方面，搁在忧着吼啊，国务卿布林肯出门正式来认定吼，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啦。另外一方面嘛，来宣布吼三步的安全。来阻挡中国帮助俄罗斯啊，规避制裁。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吼雷蒙多更加警告中国，如果恁的中国企业拿卖晶片和俄罗斯，将会遭受到美国吼严格的处罚，必须吼恁中国企业一间一间拢爱甲我关店起来。俄罗斯讲迄一讲咧，加伫联合国吼安理会呢。提出了人道援助乌克兰的案件啦，结果吼，煞全部都打吼俄罗斯甲中国吼两国投下了吼，这个战争票娘娘啦。这俄罗斯忽然间伫迄一天吼，伫联合国的安理会啊，提出人道援助乌克兰这个案件，这个美苏跟那黄鼠狼给击败了那呢啦。顶礼拜，这个拜登总统直接来。呼唤到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廷，讲伊就是战犯，抓了去。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23日嘛，进一步来宣布了，美国吼正式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将会动用所有的工具来追究到伊的责任。布林肯啊，指出咧，讲真侪遭受到俄罗斯军队袭击的场所，拢已经清楚标示吼，这是明用。其中包括这个乌克兰南部城市的马里波的一间妇产科病院，也有当地一间外观正清楚用着俄罗斯文来写着儿童的内底的剧院。但是强调到尾啊，这个罪行的判定将会由有管辖权的法院来负责啦。简单讲的是，这个俄罗斯伊有裁掉人家普京判罪呢，其他国家无法度啦吼。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24日表示呢，因已经核实了2月24到3月21日之间，在乌克兰吼啊发生了64件攻击病院啊，包括吼医疗教护所吼设施等。事件，第15人死亡，37人受伤。拜登政府在23日嘛来警告中国，唔通利用制裁俄罗斯所带来的商业机会啦吼，啊嘛唔通帮助俄罗斯来消灭的出口的关税，嘛唔通吼处理伊被禁止的金融交易。美国政府国安顾问。苏利文啊，伫咧甲拜登吼、哦，这回陪往着这个啊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吼，一定就会有诶这个峰会的时阵呐、啊，伫空军一号的机顶接受访问，来讲下了吼，画下了这三座的红线，伊强调这三座的红线，唔是干那针对中共尔尔，其他所有的国家，包括重要的经济体，拢适用。伊强调了七大工业国的集团 G7国家将要吼
正经来宣布统一的回应，用安尼来确保着俄罗斯无法度能伫中国，也是任何其他的国家的帮助之下来躲避过制裁。啊，那美国呢？这个商务部部长吼雷蒙多伊是表示，那中国公司向着俄罗斯出口吼，采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美国绝对诶实施出口的管制，这种的举动基本上和中国的企业就对啦啦吼，全部拢关掉，免搁再营业啊。啊，那雷蒙多伊个强调咧，讲讲任何违反美国制裁措施的企业，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拢会受到严格的处罚，以表。所有中国半导体公司都要依赖着美国的软体生产的晶片，因此必须要受到限制。另外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每当时间23日就俄罗斯所提出的乌克兰人道问题解决草案的投票，结果就是乌克兰嘛，结果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吼投下了两张的赞成票，13张弃权的决议票就对了啦吼，无多人通。西方国家来批评俄罗斯和中共，如果你那是真真正正关心这个乌克兰的人道的问题，就应该爱随时停火，啊，唔通一面吼一直吼用迄、那个啊飞弹拍这个乌克兰，啊，另外伫联合国吼安理会皆无异，讲要关心乌克兰的这个人道问题，真正是吼黄鼠狼给鸡拜年，安尼啦，即卖问题是和平反正经最爱，但该安怎样啊？我爱甲看伊咧真真多啊，系啊，对啊，啊问题就是讲吼，即、這个就做啥呢？伊讲这是足复杂的一个国际法律的问题啦吼。俄罗斯伊本身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嗯，本身唔是，所以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来讲无啥物。约束的力量就对了，没什么约束的力量就对了。啊，这个普廷本身啊，总共被认定是战争罪为伍的哈，这跟他嘛是无异的法。布林肯有讲了，伊讲吼，这个所谓的战争罪吼，会当个判罪人多啊，就是有关的权的人了。对啊，刚刚讲的是普廷，俄罗斯国家啦。啊，那有可能个判都也都会一路大啊，都会一条变落来啊。系啦，看我当初伊这才呢。对啊，对啊，对啊。俄罗斯来对吧？是真侪人想要个变个。啊，就是不抓得下，不抓得下，对对对对。啊，当然要制裁普京，都对俄罗斯的经济啦、种种啦、吼贸易啦、啥种种哦，制裁就等于制裁啦。啊，直接要对伊来讲就对啦吼。啊，有发动战争的人，你直接对伊来讲嘛，唔知要哪制裁法啦。嗯，比较像吼，对对吼，吼安尼吼。所以这种经营机啊，上中国就是中国，他多咧报这边就上中国，中国是听俄罗斯的就对。嗯，所以。足侪国家，包括美国内底，你甲中国会介绍？嗯，你个听落就叫，哦，何况中国以后，伊要安怎听咧，都要安怎去处理就叫。嗯，我是感觉中国较重要。嗯，因为中国听俄罗斯听啊，吼，这种的情形之下，哦，全世界拢看不到去啊嘛。嗯，对不对？唔该讲对讲中国发，美国对中国发这个声音。嗯，哦。安尼，即上好，即是咱台湾上爱看的，上爱看到的。中国和世界可以说你们哈，但系你个讲你停二组停啊，不十不十，好安尼就好安尼。啊，所以那边改啊，那多啊，那边个晶片啊，上面有诶无诶就对啦，那边个制裁安尼就好。这是台湾爱拍婆啊，上好对啦。他看讲阿爸来中国会安尼较乖淡薄啊，对啦对啦。第一个对中国为啥安说啊？啥安说？他说有人拢讲啊，足清楚啊，对啦，拢啊太贵啊，对啦吼。啊，中国讲丢呀啦，嗯，吼。中俄友好有底线，要那这边你都不谈啊。嗯，好、哦，中国讲丢呀啦，唔知道中国到底是真真假假，世界安尼大家咧个牵制的中间，你个制裁孙人啊，一时在丢呀，未丢呀，反正咱是唔知啦。嗯、哦，对不对？但是这中国到底无懂，因为全世界美国传头只国家啦。嗯嗯，咱讲实际就是安尼啦。嗯，啊，这上俄是安那，对台湾上俄有利啊。嗯，对台湾上有利啊。嗯，好、哦。哎呀，
这现在就要看中国会去抓到政府也没啦、啊、人又刷了往来制裁中国不然就中国的经济体非常的庞大这全世界在中国投资的很多嘛是啊，你说要制裁中国的话到底我们制裁到什么程度这我们是不知道啦不管啦所以你现在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普廷应该是犯到这个叫做战争罪啦一般犯到战争罪在这个就做啥呢整个的法令后你把他拆起来整个不傻傻的要把这个人绳之以法后来是有够复杂的复杂就对了刚才你说独立说普廷去让人政变给他按下来那按下来之后呢俄罗斯将普廷给他逮捕了后直接移送到国际刑事法庭俄罗斯人现在就有这个对唯一有可能就是这样嘛但是这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媒体是这样对啊不对到底普廷的这种病来不知道我们是看自己的事对啦我们不看自己看那个新闻就对啦普廷本身到底有犯到战争罪不其实现在是还在国际法院当中在审理当中但是差不多应该是因为三项战争罪的指标他都犯到了是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国家的领导人他会从这个责任杀给什么人呢杀给这个就做啥那个政调的指挥官虽然我发动战争来说但是政调不是我的指挥的政调是那个指挥官的指挥的这样就杀掉他了所以这个战争罪当真真正正抓起来的人我们来看在刚才离出大战的时候有啦这个政白国有一些法用战争罪给起诉之后来大概跟他像是没了没什么俄罗斯里面主要说的时候俄罗斯很多这个反对普廷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想尽一切的方式看是要把他做掉还是要把他扭出来种种就对了俄罗斯我都让你做到这点就对了所以在普廷那边逼熬就对了这个战争啊，是要到战时还未耍了，对啦。对普京是愈危险的啦，愈危险的对。俄罗斯内底嘛是规个拢红色财，经济拢乱去啊，经济拢败去啊。败去，这人未中到这个镜头，小于普京去吗？你若要我动战争，我就好好啊，做生意啊，对不对？我经济好好的过啊，好好的过啊。俄罗斯红格制裁经济中间的制裁，这工贵了，对俄罗斯的人民来讲，对啦，还受那足艰苦的呢。虽然伊无受到炮火的攻击啦，但是哦，规个拢个制裁，大行拢个动起来，拢个动起来，动起来中间人民敢未反动？天啦，无帮你普京一个人，不动这个这战争，我人民那个卫生过个好些，对不对？希望因为阿呢，将那个变过来，甚至个陈武公就讲，要暗杀掉啊，暗杀掉啊，甚至个暗杀掉啊，对不对？这个是独裁者的下条嘛？你用家己的意志，用家己的思想，家己的想法，你就发动了一场战争嘛？以后中国嘛是同款啊。中国习近平你那一瞬间发动战争，要提台湾了，对吧？那个正规啊，各位拢提不起来，提不起来的瞬间呢？吼，变成。全世界都跟你中国制裁，中国就对了，中国人民也是说靠后腰都蛮厉害的，不然怎么是不是现在我们就是看的都是这个西方媒体报的，对啊，到底俄罗斯里面那些人民对普廷的看法是怎样啊？但是报道比较有电视有出来哦，对啊电视关键哦，对啦，很多人包括有名人也说不可以战争起来这都抓起呢，都抓起呢，开始是有些声音出来关键的，俄罗斯里面有分量的也是在关键啊，希望说能战争啊，能战争的中国就杀起来，你看公文，我怎么来整啊？你外国忙战争，你唔多头壳窿为别人，不为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的人民绝对有那是反战的，多数啦。我以为以我的想就对啦哈，因为啊，因受到制裁，因无辜嘛。你无在无是一个人的意志，你就发动这条。发动这条，人俄罗斯遐人民过了好好啊，是不是啊？呢，对不对？这么来受到
经济啦，什么种个制裁，中国的以前我讲过，我以前没受到炮火攻击来讲哦，但是因经济了倒了，嗯，倒了，对不对？还是判过低啦，还是艰苦啊，是不是？而且艰苦了，伊会想着啥？无头无钱，你都发通现金，一定会投利啊！哦，咁啊，即嘛莆田讲伊身躯边喺度慰安有啊，哈，就是一个保镖啦，咁一种种吼，好讲大幅度提悬了啲啊，所以而家你话怎样？诶，啊，即嘛，他系就是俄罗斯嘅，迄个做什么咧？连呢个嗰个国家嘅什么联邦安全局，讲内底讲有传出讲有要甲做掉嘅，哈，是啊，啊到底 A 啊 B， 咱再来甲看，但讲听讲讲即个气氛讲愈来愈悬啊，呢就对啦哈。即、这个莆田讲咧食饭嘅时阵吼，讲拢都爱有人先去试食迄个物件。即个较早迄个皇帝，较早皇帝当官就对啦哈。拢爱先有人去试食迄个物件就对。啊，但是呢，莆田身躯边嘅人吼，佫不时咧换呢啦。讲最近都换掉一千外名另外。表示有信心嘛？哟，啊，这表示伊家己本身有在惊，家己猜疑过头一样。我听你们其他等家等你。好啦，啊，这到底是这里的做啥呢？这个莆田的向引导大家呗，啊，转好这种战争结束啊呗，哦，这咱大家去看。这咱啊，这里咱有讲到了吼，讲这么莆田边啊，诶，这是国各界的将领，包括伫俄罗斯内面吼，非常有分量的商界，就是生意界吼，诶，这个大头家的对啦。很大。这么开始吼，就是买来制造和莆田买安怎样啊，落台诶，这个机会啦，啊当然落台风受骨啊种啊，一种就是可以做民主落台嘛，啊一种伊呐和视频乱都唔落台，就是安那制造意外和死亡嘛，甚至暗杀嘛吼，啊然后吼咩个接替就是因这个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这个叫做波特尼克夫啦，莆田那落台就是这个接任，啊这个接任咱长有报诶过程当中就是不光是安那有这个接任呢，是因为因发动战争的时阵，这个波特尼克夫喜欢对莆田发动战争的。那三千了，因两个芥末未哈，啊安尼会进行之下，由于起来接任的话，就顺利成章吼。啊，当然要甲引导台湾过来种方式啊，第一就是讲吼。你要老推好落台，副民主落台，你唔买来，第二种是啥？制造意外，让你死亡，吼、哦，啊是讲吼，忽然间让你破病，大死亡，啊当然这忽然间破病死亡，就是爱偷用、偷药、偷毒嘛。好、哦，比如讲杜阿兴报的，讲以前卖三等本拢爱人生气，只一刀。这是咱家己的不抓呢想。暴露出来，这莆田啊是真正看你这种报纸吼，迄个国家安全局公安这准备回头台，绝对休息，绝对休息，而且有空一个，还你两个枪毙，对不对？无啊，这么咱抓掉的，咱看下他暴露出来这些吼，是不讲的莆田啊，看你这种报纸了对啦，讲好国家安全局的什么会，还存下咩希望伊落台，咩会重任落台，是是唔是要甲暗杀就对啦？我讲啊，我唔是伊啦，是讲要确定的是这个啦，没有确定啊确定。这人就是爱死啊！哦，对不对？啊，但是要制造吼莆田死亡，那是边啊？诶，那是关各级官员啦。啊，是讲吼，即系各级官员甲莆田创个资料，就是要当面去理安尼啦。爱去理咪主人为上，咁咪是安尼啊？对不对？安那处理啦，系啦。啊，即个接连咧，就是啊，把那个暗杀嘅中间就即系同即个冇共鬼嘛。咁啊，我咁啊，伊就喜欢咁计啦。只要我能够莆田做掉中间。啊，先起来，这政府你就可以做总统，哎。即系人未去谈阿信好吗？所以阿信讲吗？当然嚟讲，所以即系人家做外行咯。即种人我嚟做嘅话就啲啦，我系讲何三样嘢后边主谋，就是中国强威头啲主谋啦。以前话怕生何，做捞你，做故意做牙医，怕生咩做捞多啊？阿难道诶，落个小家咩啦？所以即种戏哦，唔系咩啦，激动哦，是唔系人哋当无聊嘅啦，讲熟悉就啲啦。哦，啊，到底即乜资料是到底是安怎？哦，阿是俄罗斯。兵哦啊，将军是见了到底证明是先做还一点，到这样子还佫提袂起来，是不对吼？哦，咱是太了解讲是这个问题啊，不停的这个跌，迄精力太大了啦，迄精力太大了，这个难就对啦吼。你咪即系讲将伊收手吼，佮更加无可能，无可能啊啦！我咧个讲，咩无可能就对啦，伊。无正啊，彻底伊绝对无做了着。嗯，无可能讲啊好啊，我即马即提袂起来，到正时几个月也提袂起来，就讲我好啊，同你讲者。嗯，
安尼伊这人很算到鬼呢？系啊，对啊，伊当然了，伊无可能安尼啦，无可能啊，根本无可能收手的对啦，要收手就是安那，就是爱让俄罗斯的军队全部退，怕个赢退，啊，但是这个困难，阿边啊。为是来这进兵的，好、哦、对不对？哦，这条鱼要继续个看落去安尼啦，哈、哦！阿布里格讲今年年底哈，伫印尼诶举行一场迄个 G20 的迄个峰会啦。哦，啊 G20 的峰会内面呢，这个俄罗斯本身就是先员工嘛。是的。啊，有听讲这个普廷讲暗算想要去参加啦，没参加。啊，伊要去参加就等于行出俄罗斯啊。对。啊，那总讲这个就做。伫咧今年年底之前，甲即个莆田宣布讲已经犯下战争罪，那国际法庭也犯下。咱再大家看看，伊行出俄罗斯了，会去有国际刑警甲逮捕啊？啊，唔过美国冇讲要甲开除会进呢？啊，无啊，不中国反对啊，对啊，一片反对就做。一个反对的咯，全部反对之后，所以这个莆田年底，这原来足济人咧甲看啦，看这个人啊，行，但中国也咱话甲年底话啦，哦，看这个人啊，行出俄罗斯会去用逮捕。这样就对了、嗯、好来进攻格两名这个得等来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机会转爽好来感谢啊！你讲食咱的产品未歹，讲要甲大家分享一下。产品的时候，我去医生看，我真少讲第五百克，因为拢未冰叮当冰冰拢听，大板筋啊到歌王，去到两个肩胛头就听啊骨啊。两边大板筋拢听到头壳顶啊！啊，福医生叫我福建，我福建半冬有听好好只照片，去完全袂好。我两个开始去食几多山，我去买十罐上三罐来食，会使讲拢好。安尼哦，啊，我先拢好，够好够，拢有够好。我还是讲请来，你讲伊咧讲，我讲啊，无你食许多山话嘛，伊讲伊唔敢食。我讲你打电话去问内底林小姐，看上食呗。有啊，我猛听讲，我讲我的性命是许多山求安。哦。真的，我两听够足严重的呢。是。无听到了，唔知我听的艰苦。啊，你咧听的情形是啊，那个人简单个描述看卖啊，简单个讲者。都拢。我别个讲都拢听，啊都叮当嘛听啦，啊倒下冰冰嘛听啦，直接阿妈冠军到两边啊，阿妈冠军大半斤，啊伊拢讲医生讲颈椎退化，颈椎退化了，颈椎伊讲这颈椎第五百退化，第五百退化了，哦，啊医生原本是有甲你建议安那用无，还是讲这样？复健，哦复健哦，这复健，我复健半当，拢无好，我逐天行，逐个都认真行，逐天行拢无好，哦，啊到尾我同阿个摊摊讲，啊那个管。几多呢？几多山的只可能来说，我今天个管十管上三管，只只拢好，我是完全拢好啊。是。啊，你我讲，我就有人拢讲，你安怎真多？我拢话介绍，我你管了只，哎，就是唔敢只。我讲我袂骗你，因为我是有食着，啊，我也无赚什么钱啊。好，啊，我就我讲，啊，你个镜头，我小讲，你管得来只。是，啊，你本身家己个经验，你讲我朋友听就对啦。系啊，哎，侬因蛮唔敢只啊。惊啦，我讲你咪。我讲话别啦，你比我好些，我无你惊。你我讲，啊，你就想要叫我惊死啊，我无钱惊死啊。这个咱英文英文啊，有个人听喺度吼，啊，就身体就安尼改善啦。我冇介绍人家，大家讲讲卡拢跌做一件，我冇介绍人家。哦。哎，冇讲食得袂歹啊。是。我跟你许多生广告这样。好嘞，好哟。有广告这样。啊，你有一阵嘛讲停下无食咧？我头现在。头壳疼，啊，已经两十几单无食，啊，我即摆去食，现在是头壳疼，疼了二三十单。啊，迄阵迄有甲伊处理好势嘛，吼，拢甲你改善掉。食真好个啊！对。我疼二三十单，你也想十个都疼，十个都疼。啊，迄阵我记你把讲做个见证嘛，敢是吼？我。对，你冇快点笑我。有，你头壳疼到尾啊，有甲你改善掉嘛？拢好。有。啊，结果怎啊？改善掉了，即摆拢未疼，你怎啊停下了对啦？嘿，啊，我嘛无，我唔是迄种我。食足济，我食
去讲啊，食几盘汤啊鸡呢？啊，你好，食出济呢？是不啦做呢？即个拢食。这边个跟你改善，安尼我是跟你建议啦，吼，咱来个持续来食保养的安尼，吼，持续来食保养的，拢好啊。我这边我真正食十三罐，啊，佫一罐都袂了。我健完全拢好。安尼好，好，我拢甲因讲吼，我真正我身体是都上救啊。安尼好，好好，谢谢。阿爸今日咱来问，咱来赶到伯杰德。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好，李小姐，谢谢哈。非常感谢咱雄狮集团进来台中，比如新台湾人俱乐部公告时间的对吼啊，公告咱新南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山加产品，花叶许多小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笔产品是咱新南公司吼啊，台湾俱乐部的招牌了对啦吼。咱那希望就能跟你做这个电台吼，头几笔都是卖这笔产品的了对吼。到这样时吼，将近卖二十年了吼，好嘞，赶快嫁过的人哦。弄中阿个给手里做保养了掉，李小姐跟我想清楚了掉，我明个给水了掉哈。那那是有一挂这个属于胸毛病了哈。阿姨咧保养个，有人讲啊唔敢吃啦，我也唔敢吃，吃空可能我那就无奈哈。咱的产品哦，每一批货来到咱信任公司当中有检验的证明书荷兰了掉。中国每二十三个时轮年啊，阿兄的老爸老母我。包括着阮老母，包括着信山公司内底所有关的人个对，每一工都拢去食许多山个对。中国人是讲，那是有问题，阮食是买二十担都已经出问题了，你听好无？所以这个物件实在是无副作用，你甲食了，对你身体真正有帮忙啊！即卖人这种物件，台湾的这种物件，什么物件，食不的物件，食了到底大拢袂安心啊！啊，袂安心的中间就是食许多山这个物件，我靠！中到遐袂安心的物件，好好来甲处理好些。许多山本来是这种角色，他讲比如拿邓医生来听咱这部的人，就是讲，这个物件咧，这过程都是这个角色个对。你看袂到，你咪叫我这拉三，唔知骗我这拉三，你咪第一不多来。我总是后来这一寡拉三十几个对，甚至作数，拢在靠这个物件来甲伊倒帮忙个对。一旦可以摆牌，我处理了对。许多山本来这种角色哦，他讲比如。这是唯一许多山的好处的一家，所以东西都爱吃免吃，家己想看嘛嘞哈。阿伟哈，无听的咱这波人当然也惊嘛。电台药品，足侪人拢好有欧妙化的对了。啊，欧妙化了对了，看听到电台药品讲话，我唔敢吃。实际上，咱信南公司的产品是唯一真正可能可靠的对哈。有滴冇不了解，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0800-0500-6688。0800-0500-6688哈，这个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哈。来，咱这么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难度加上三罐以外，咱有一挂精品啊，要来赠送给咱朋友哈。啊，当然，咱这个十罐的朋友呢，买十罐的朋友，咱有新的精品咯，就是咱买十罐的朋友，你这回会当来个挑选哈，热天的凉配一领，热天的凉配一领哈，这是。在咱台湾制作旅行六千半五千块了吼，这算正大呢。当然，咱要个金水素品牌啊，就是双耳汤锅一支，你要个金水素品牌陶瓷炒锅一支，这种会用起。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保顺健、惠安所、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这种会用起。咱一道金一汤为原则。啊，另外是从那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呢，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咱赶快有提供一挂产品，要给别人做挑选。要五款的朋友，你会当个金800cc 真空壶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气哥一条，金316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无环机的洗头毛巾一罐，金潘王潘泽一盒，金清净海环保洗沙巾一包，拢会用得到。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咱们有请台东朋友们做来欣赏这首歌曲《红山红线线》，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曲《南离的忏悔》。轻轻来听歌，轻轻放不过，这根若是有灵魂，来新闻正无正用，弥补平心静神在受罪。当你的沉浮，
感叹一生我是你无心的向你背着总只该惭愧回头我轻轻换不回改掉黄忠和家修建只是人遗憾难归不听亲情来特别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啊、来，感谢哈，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节目，欢迎。
闻来。来，这说的起，那么是针对的乌俄战争相关的报道哈，来继续报告啦哈。这场的战争呢，原本是这个啊飞弹对飞弹哈，还是飞弹啊对这个步枪哈。啊呢，一战争今嘛刷多飞弹意外就对了啦，今嘛佮兼底下咧喷嘴乱战呢。北约加的新员工吼，一直在在二三吼对着这个北约了，对了北约吼对着这个新员工吼，不断要来吼征兵啊。最主要是咧防俄罗斯突然间大拍对这个北约的新员国家入来就对了啦吼，啊开始咧部署吼增加这个军队。啊，但是俄罗斯则看到呢，伊嘛真受气呢，伊甲北约枪声讲有在调，你得用这个核武甲我拍。有在调，你用核武甲我拍啦吼。啊，当然互相大家吼，安尼喷嘴烂，底下咧喷来喷去啦。啊，包括普京讲吼，你这个欧美国家啦，你这个欧盟啦吼，还是北约的成员啦吼，你呐吼想停这个乌克兰，就是等于吼向俄罗斯来宣战。啊，结果安尼大家底下嘴烂喷来喷去。进军北约啦，包括欧盟，你俄罗斯你也唔敢去讲啦。啊，当然北约只包括啊，这个新冠国，包括这个欧盟只国家民主国家就对啦，嘛是底下咧喷嘴烂尔吼，你嘛无法多人真真正正派兵吼去到乌克兰遐实际去帮助因。啊，今仔日咱又搁有看到一篇这个上新的咧报告咧讲的，这个俄罗斯诶，这个外交部长呢。对着这个欧盟这国家，甲呛声就对啦，呛讲吼，北约希望战争继续啦吼。啊，当然这是咧喷嘴乱战啦，那有可能北约这新闻局会希望战争当继续咧，伊希望紧停啊。啊，但是紧停是安怎样啊？俄罗斯诶外交部长会安尼呛声咧，最主要就是北约这新闻局一直咧提供吼乌克兰军事武器嘛。嗯。啊，所以俄罗斯伊看咧做未爽啊，伊感觉讲你安尼就是希望继续这种战争个。前路啊，哪呢？我的红配告对了，对了，然后他们唔单就固在你俄罗斯当面的所在咧，咁糟蹋咧。所以今麦就两边底下吹暖，底下喷来喷去，咱那个天空嘛吼。俄罗斯伫今年二月二四，当讲全面入侵乌克兰，到今仔日已经也是个月啊啦。战争一个阿未停，啊，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有真侪名，诶，将领接受连线吼，战死伫沙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啦，同意五着东欧，搁再增派着四万名诶士兵来防止俄罗斯入侵啦。啊，这个俄罗斯诶外交部长伊前后咧讲，讲北约这款的决定啦，继续来停这个乌克兰啦，这个是足明显诶表示西方诶国家希望。这场战争搁再继续战落去，联合国大会通过着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俄罗斯随时爱停止伫乌克兰的战争。伊着140票赞成，38票弃权，5票反对来通过。啊，这个5票反对对5票呢？这有这个啥？俄罗斯应该是本国一国，啊，个白俄罗斯两国来的叙利亚，来的是北韩，就金小胖一国，啊来。厄立垂亚吼，就跌到其他的国家啦，中国是倒的，唔敢吼跳出来听啦，然后已经向经过来听啊吼，一直到24日为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统计，乌克兰已经有1035名的兵民。死在这场战争，另外对这个俄罗斯军队入侵一个月以来，已经造成430万名的乌克兰的儿童流离失啊失所，吼、哦，就是讲离开伊的故乡啦，对他国去啦，还是讲伊的厝叫崩掉，无厝人住，占全国750万名的儿童一半。根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人权监察员吼德尼索娃，伊表示咧讲，讲有40万2000名乌克兰的兵民，即马变成了人质，去和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带走去，包括吼内底的对啦，有84000名的移动，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领导人，第24日的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同意加强对东部防御啊，以来应付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声明指出将会在这个单兵增派40000名的士兵。对着善待是俄罗斯的外交部回应，你讲讲北约的峰会结果，足明显显示表示北约将要继续支
是这个乌克兰，意思就是在指西方国家希望这场的冲突战争结束。美国伊认为讲，应该从俄罗斯吼，甲赶离开吼 G20， 包括 G7 的联合声明，警告俄罗斯唔好使用吼生化武器。马强调准备好随时做出更加多的制裁。不然不然做傲慢的啊，你人精啊，人边的人出来照三工，你说你就是要继续精的啊，这个已经没理想了。这北约就是希望这座战争继续要打下去就对了，今天是你敢打的呢？这说的话已经都不是，所以有人说，说的话你听你到底，你完全是很坏的喜欢你听。那我一个人听到这个讲，那听到个地方讲，是你敢发动战争呢？对啊，啊你敢讲，人家支持你的，火力派的人讲，啊你继续没有安生啊，继续这条战争没有？他多公华丽中中啊，对你较无迄尔，伊就啊，你啊，希望这条战线继续哦，继续唔继续是你俄罗斯的代志咧。嗯，那这个消息足混乱的啦，我怀疑乌克兰伊都坚持第一个所在一直咧抵抗嘛，啊，俄罗斯无啊多谈个安尼话退就退吼，对俄罗斯来讲实在是足假惊啊。哦，阿东咧民主提袂落来，这咱都只都好讲过啊哈。好啦，来阿彪就是看。白俄罗斯也出兵阿未啊？嗯，我话白俄罗斯也出兵阿未啊？昨下暗上新的消息讲，白俄罗斯的总统有意思要出手援助普京，但是迄个白俄罗斯的各界军官拢反对，各界军官讲拢反对了，对拢无来了，对啦哈。啊，再看阿边哪样去发展啊？哈，好来，咱来进攻。那你现在有收到是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啊，属于这个情报单位有去收到俄罗斯的情报单位有来讲出，讲第五月初九日普京已经有下了一道命令，要来结束这场的战争，因为五月初九这一天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就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那当时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简称叫做苏联打赢希特勒的那一天，应该这天五月初九定作胜。各位屏东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周克宏，我是立法委员张嘉宾，是周克宏馆长的左右手。四月七日到七日，馆长初选接到民调的电话，请为支持张嘉宾，请大家支持同正派张嘉宾，张嘉宾选馆长。周克宏在这亲身给大家拜托，感谢。放奇经。即日起至八月，奇经每个周末都有精彩活动等你来，结合主题音乐、创意市集、沙滩运动、夜间光环境等主题元素，还有满满的浪漫等您，让我们一起度过幸福。更多好看好玩的详细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哎、欸，最近都没看到你来摆班。最近我伫中华大车队用 Uber App 优步小黄开车，人客一个接一个，那人客素质足好，生意嘛拢赚个八八八。在地少年啊，我地人客拢要使用呢，叫好康，我冇要加入。3月31号之前加入中华大车队，前6个月都免车队月费，前3个月免车队派遣费，0成本4开，够达标奖金最高9000元。快打0966-790-265，0966-790-265。
北里街龙胸虎地160吨，里面有一氧化氮、玛卡、管花、肉纵容，效果加倍，快速补充男性精气神，男性荷尔蒙改善夜尿、频尿、性功能障碍，让你惊到有风，和阿哥有力，查甫人的面子拢靠这味龙胸虎地，全新大罐装，每一罐100粒，加上一罐只要2980元，订购成功，再加上30粒，0800-399-5999。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酷家男92.3，快乐左代丢89.5，快乐左代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气泡、血气老化、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过滤的水气化。像我呢，十几当前也就变严重，应该即马变健康的水气化。这唔是我白讲的哦，确确实实哦。啊，咱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控六7945-079，台南控六7945-079，感谢。双瑞雄，馆长选号双瑞雄。你好，我是曾志雄，双瑞雄。屏东要来大建设，屏东要为台湾妹加做台湾头，馆长来选双瑞雄。曾志雄做馆长，有决心，有魄力，要来冲，要来拼，和屏东超越家己，超越高雄。我们拜托乡亲一件重要大事，但是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台北啥个名，请你隆重回答，唯一支持双瑞。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人在这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真优良的书，这本的书是叫做奇幻真大观台语文人阿哥 CD 绘本。这本的书呢，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专台语故事的绘本，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宏硕主讲。咱也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
吴岳水老师，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贾明友小黑老师，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弗雷迪共同来献声，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给咱的台湾囡仔听。咱卖个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给咱的囡仔来了解到咱古城西螺店立业鲜明的故事，也有咱台南古关区三门溪八角金银亚钢镇的传说，也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几本册有一百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毛乎 CD 哦。咱买当用网络来收听，这本册里面呢，也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和大人、甲囡仔做回来学习咱的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呢，伫网络已经卖出超过一千本以上，定价是1150元。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这本册只要899元的优惠的价钱，咱册送到咱家，送到咱的手里面，恁家付款付费，那运费呢，就由咱电台来吸收，提供给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最大的优惠。想要让咱的囡仔了解到咱台湾本土的民俗，我伫遮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感谢您。感谢在我们联播各电台刚上插播了后，我们又回来到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55-8-668，电话在时8点到7点，咱用专人来跟我们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给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来跟我们做回答，三位服务三名家请三品直接给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给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好来，感谢啊！稍等下呢，咱就要来进行到这个张忠义张老师的时间就对了哈。今仔日张忠义张老师，我要给咱讲什么主题啊？要跟咱分享的主题是吼啊，世界各国对莆田的经济制裁，即马开始已经发挥了作用了哈，已经这个效果出来啊哈。当然，咱张忠义老师也真详细的跟咱解答哈，来跟咱讲出讲啊，这个发挥作用是发挥到个什么程度作用哈？好，好，包括人的。人的代志，人，哎，人甲经济吼，啊，即咱等下咱继续听咱就知影吼，好是，好，那你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着来进行着张忠义老师的时间吼，来，来有请很多朋友坐来欣赏这首呢，就是咱土城红先生来点播中天本演唱的歌曲《男性的命运》，好来，张忠欣赏哈，《男性的命运》。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今嘛咱就来看赵忠义赵老师来做一个连线哈，来。喂，张老师，张老师，你好，好，我快乐，那个拜托你，好来，老师请。张大哥、阿星兄、廖林兄，跟咱空中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老师，张老师你好。哎，是，一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今仔日是第26天，26天。规个战法的时，咱普通战争下，你战争一定有伊个目的，啊个伊个目标，这个、目的个目标会形成了伊个战略，战略会形成了伊个战术，战术会形成。他的战法啊，战法会决定他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嗯，这不只是现代化战争，在过去过大马其龙安尼，嗯，比如讲两千年前的孙武，孙子兵法，伊内底有讲上兵伐魔，上盖好的战略就是魔类战，骑士发交啊，下一骑士的一关呢。战内旋的是外交战，就是骑士花椒、啊下威兵熊盖给了的是压机都压机枪，但他抬来抬去、所以上兵花魔骑士花椒啊下威兵，这是孙子兵法来的功能，也兵法来对了哈、大概拢是安尼啦。这边拍击26天，咱也当看出规个战术吼、没有逻辑，然后整个战法是凌乱的。那、为什么啊？你呢？啊，你的目标不是已经设定好了？啊，你的一关战略嘛，拢设定好了。啊，但是战术经不起考验，完全没有逻辑啊，而且变动性很大。啊，个告一也一关的变换，更是很荒腔离谱。为什么啊？你当年有这些原因，包括一关来估计的是讲时间估计错误。一零你讲为以前的2008年的乔治亚，2014年的克里米尔。或者拢足简单的啊，包括各他搭顶的车程，拢是两分下的，清洁溜溜啊，无可能安尼啊。但是估计错误，是啊，但是经过26天，他有在调整，起码已经足清楚看得出俄罗斯也战略，就是讲他三个重点在打，第一个是马利波，马利波伊也目的就是讲希望完全占领了马利波。第二个选的习惯，那尼古拉耶夫，伊是要甲控制尼古拉耶夫，第三的因的首都基辅，基辅是要用围堵基辅，这三个有一定的目的。第一，为什么要完全占领马里奥？那来看马里奥是伫多些所在，马里奥当然是。一关呢，关乌克兰的领土，但是伊个顶边，伊个顶边是那两个小共和国，顿涅茨克跟卢甘斯克，伊个给他是克里米亚，所以伊要你中，要你中的情况呢，蒋介石在个占起来，占起来，经过我普丁的改造，把它改造成主民主官，可以改成国民投票。啊，你讲啊，国民投票干咩给？干哪会给哦？为什么呢？伊即马甲围起来，甲拍炮，有咩尤其要选？他里面抓出了很多人。乌克兰一边讲，阮5000人叫掠去，啊，另外一边的关的记者报就是讲5万个，到底是5000个还是5万个？你唔捌看讲战争吼，拍一个所在，讲从内底人甲掠出来，啊，佮佮送去另外一个所在，佮佮安达佮会搬家，所以都已经换你无用啊。那我换多余的人力、物力、车子、运输，佮改好好啊，改佮掠出来。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啊你？伊就是要从这块所在吼的人的那种族群，因内底有亲俄罗斯的嘛，冇亲乌克兰的嘛，伊要改一关亲。乌克兰的一其中一顶群被他抓出来，然后把那个人种改造，对于一个歪靠歪俄罗斯的一个老人家，变成他们以后是马利波主要的过半的人数，拿捏选马利波在他的控制下，很快就可以完成著名自觉，有个如法炮制卢甘斯克加顿涅茨克共和国港湾，一边过街拿捏选第三来说再连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完全彻底的包围住，反包围乌克兰哦。所以马利波已经决定绝对要占领，所以你都怕，你都怕呢。伊毛决定讲今仔日台北时间会在10点，是他们最后逃离的时刻。逃离的时刻，请记得是电刚办好工啊！你那对阮俄罗斯不友善的，你关照。
正刚被放完照。哦、嗯，所以哈林公早上十点，不然就要开始开打了。所以伊对这三个说了，咱至少讲，伊即马经过26天，咱已经看足清楚，伊跟他拍主要三个所在，第一个就是伫两个小共和国跟克里米亚中间夹杂着那个小区域的是马利波，伊一点不敢完全占领，彻底改造成为亲俄罗斯的一个著名世界新的区域啊。过来讲，尼古拉耶夫是俄亥。黑海迄所在上重要即据点，包括伊军事，包括伊作船，拢是尼克拉耶夫。伊来当控制，乌克兰黑海就完全掌握住了。乌克兰在黑海里面就完全是奥子的。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是基辅。基辅伊是国卫星红线，阿拉伯的飞船即个甲弄弄好伊牛皮的话，但是伊唔敢弄基辅，为虾米？基辅是几千年前因普里丹他们一个王族的一个创立的王国，普里丹们一世、就是基辅的国王，所以一对也相当的尊重。你们看，莫斯科起码有一个普拉德门一世的那个铜像啊，临连闹区来的呀，所以一对基辅相当有顾忌啊，危险，但是唔敢自己的家弄个牛津，就是要逼。毕竟买进入乌克兰，进入天下城下之盟呐、啊。皇帝在我围堵围城的底下，被迫到我强起去要合约，所以合约总联系几乎是投降式的合约。对了对了，所以一猜出了这三行，猜出了这三行的造成难民的问题。难民，现在最新的报告的联合过来就有一个难民公署。难民公署是专门在处理国际战争之间所留下来的一些难民的问题，所以因对难民的问题足内行的，阿妈算足准的。因最新的公布讲，这场战争已经超过1000万的难民。难民是什么意思？难民就是讲为了战争起见，所以你离开你原来生存、生活以及工作的所在。啊，离开有两款，第离开到外国去，那就是变成国际难民。现在已经340万，这是国际难民专属以来的通给出来，340万的逃离到乌克兰以外的地区，包括了像波兰啊、乌克兰。另外，国内还有600万的难民。这更加恐怖，因为这600多万的难民逃窜，那就刚刚以前日本人，日本时代啊，美军不是轰炸台北，就给台北人就疏开的去南部啊，哦，这感官的艺术嘛，人也疏开嘛，疏开已经是600万，这600万会瘫痪。一关于乌克兰的战斗力，也会有部分的瓦解乌克兰的意志力，所以这些也是战争的说法。其实难民也是战争用来主要的一种武器，主要被瘫痪也战斗力啊，瓦解也一关意志力了、啊。所以难民公署一共已经超过1000万人，啊，帕高阿涅群已经看开，一关于俄罗斯也继续。几乎一点噶五亿起，五亿到因签下了同意，你即马一个咧谈判啦，一个咧谈判，已经嘛讲差不多啦，所以我看这场战争大概不会越来越严，因为愈怕愈远的时，俄罗斯也开始动不掉。俄罗斯为什么也动不掉？就是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大家讲。经济制裁，敢那嘛无安怎啊？好在国际时间嘛，足多人去用经济制裁啊，无安怎啊？包括中国，咱必须讲一句，足坦白话，说中国1949年10月初建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被人家经济制裁过。中国从来没有被人经济制裁过，所以先唔好白讲。中国唯一去用国际对靠意见的，就是在天安门事件的时阵，之前外国的资金是较无爱入去。我准备要去遐投资的钱动起来，啊，准备离遐已经咧投资的慢慢来收缩，但是以前台湾是总入去哦。天安门事件以后，台湾总理之后，所以他并没有被国际制裁。那只有国际制裁，台湾那大批啊倒出了，不要开玩笑。所以他从来没有被国际制裁。不但那些学生，即使唯一的是讲，他是被川普用关税制裁。关税制裁是美国单独对他采取的关税制裁，这个经济制裁都完全不是同样一种规模。关税。这才是讲，你本来小我家的物件，我给你关税是扣5%，我即马给你扣35%，扣关的，扣关，而且我阁跟你讲，你袂使报复我，你报复我的35%这个加了条，原来是做凹反的啦，你讲，啊，中国开始就有一关税制裁过。
啊，至于美国有没有取消它最惠国五啦？起码转世界有三十二个国家在最近五年来的取消中国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啦。但是最惠国待遇取消不是经济制裁，台湾以前美国嘛，荷兰最惠国待遇嘛。嗯。但是一二十年前就跟你讲买啊买啊，无啊动啊呀。恁起码以前是开发中国家，所以咱二十年前家的世界某做解决，咱是以已开发的身份加进去的哦。中国是开发中哦，这是不赶快的事。咱已经开发了，咱已经开发了，所以咱的关最惠国待遇嘛，炸得红出销。所以中国为头高尾，去有人小夸当着经济顶头，就跟他去有川普一国。跟他关税改增加关税安尼俩，做一个障碍呢。他从来没有被经济制裁过。嗯，你讲啊，我下面两种经济制裁，北韩敢有？北韩挺心嘛不？北韩也从来没有被经济制裁过。北韩整一整，他就是共产集团的一部分嘛。因主要往来拢共产坏国家嘛，伊个民主国家本来就无啥咧往来。美国是因为伊社会团改淡薄的时候，伊定了动不动社会团。美国有讲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不准进去，那安尼。实际上他还有他的生存之道啊，比如韩国北韩跟南韩在理工空空年的时候，当兵的一关的三十八度线呀，做了一个开城工业区哦，那是共同开发哦，南北韩共同成立的一个开城工业区哦，所以北韩没有被制裁过。那比如果被制裁，南韩那哪个盖也共同开发的？嗯，所以而且一个中国还开发了一个图门江加工出口区，那是跟中国合作的，所以他也没有被彻底的制裁过，仅仅这样讲，被公告转世改就用受经济制裁，哎，就是干那移动，但是移动开始是干那只有美国一国个制裁那样的，后来是英国啦，啊，法国六国有加的，六国为什么加的？因为是核子武器的那个谈判嘛，叫做核武谈判，核武谈判来对有六国参加，啊，一群有改制裁。逼伊讲落来答应因核武谈判的条件，嗯，全世界一百九十个国家也不过是六个，但是即使这六个因为总是中央国家嘛，所以伊拢有做系列的，嗯，即阵啊以来，即十万年以来的时，伊拢物件卖袂出来，因为无人敢买，啊，伊嘛无法度敢买，伊都无话会无钱人敢买，啊，所以他的经济就到最后变陷入一个孤岛的状态，而且自给自足嘛。嗯，啊，你讲自给自足，根本什么唔好，自给自足当然唔好啦，因为最近这二三十年已经走向全球化。嗯，全球化以前，诶，过去咱捌讲一个简单的例啦，就是讲大波浪性的西装，一般的皮尔卡登。嗯，台湾的百货公司都有，嗯，皮尔卡登就是全球化最好的证明啦。所以讲台湾一间上市的纺织公司，嗯，去甲法国买皮尔卡登的台湾代理权，嗯，啊，并且买意大利的西装料，请日本的设计师设计，由台湾的帕板师帕板，然后上去罗马尼亚的工厂做，嗯，需要的资金在新加坡的金融市场里面借贷，嗯。为什么要还你麻烦呢？因为安尼都可以找到最便宜、最有效。罗马尼亚工厂对这间公司来讲，伊感觉比你台湾做更加有效率啊，所以伊就上去罗马尼亚做啊。嗯，而且为什么去新加坡借钱？台湾的银行要甲收3%，迄时阵唔是这么啦，为什么甲收3%？新加坡讲我爬盘了，是吧？我爬盘了。啊，所以他一定在全球化的过程，不管原料、不管技术、不管制造的过程、不管资金，我一定去寻求最好的、最有效率的东西。对。啊，你一弄这种制裁，就没有全球化，没有全球化，人家能够做出来的一关的手机啊啦、5G 啦，什么一些拢无得产物嘛，无得产物啊。就是刚刚今麦俄罗斯，俄罗斯这种制裁上盖严重，大概有两个技术是完全卡住了啦。第一项的技术就是讲资通信产品，资通产品的咱讲的手机啊啦，啊是一关的智慧型科技啊 ，AI 啦，人工智慧端。二十年前在2000年的时阵，世界某一组织，因为这前面有一个乌拉圭核谈判的规定，讲2000年开始收尾资通在资通信产品全部是免关税，不管都是国家拢未使敢扣关税。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资通信产品在这二十多年来的时候，完了。
进步足多啦，因为拢无叫关税嘛。台湾嘛靠自动性产品的时阵哦，展开了咱的经济，咱的经济先吼就安全前必足好的嘛。嗯啊，所以外销足好的，迄就是因为咱进入整个自动性产品啊，自动性产品你想要一个手机啊来这一零件，万一做，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哦，伊不是单一的在供应哦。嗯。连俄罗斯目前，比如讲俄罗斯引完了有一关的手机啊，啊引毛军事，引军事顶头的一关武器哦，技术完了很尖端哦，但是伊拢无法度位头最高位啦，无法度位头高，这拢是全球化嘛。比如讲伊的晶片，伊军事武器的晶片的选哦，伊是由因那边的一间公司叫贝加尔。贝加尔这间公司是做一关的晶片设计的，设计后选是委托台湾的台积电给代工。哦，你讲台积电今麦讲不爱个代工啊？呢，不爱个代工没安怎？嗯，伊有法多无？伊去找三星代工，三星麦讲不爱啊。嗯，中国大陆没有那个能力啊。到落尾，伊只能够说家己设计，比如说贝加尔公司家己 IC 设计，到后因家己因过来玩那有一关的晶圆的一关代工厂啦，哦，叫做米克朗。米克朗这间公司目前做吼偌济呢？65纳米啦，嗯，对咱来讲，迄个敢那原始时代啊，嗯，咱这台积电起码是3纳米、5纳米的量产啦，差太些了，65，我你嘞，所以等一旦被制裁，等这些高科技的技术无法度入去啊，零组件无法度入去，爱管原料无法度入去选，他整个被迫拢家己做。哦 ，IC 晶片家己设计，家己制造，嗯，你看迄个人差偌大块了，对对，迄你个过五年、十年，伊会去予人远远的世界丢在抛得很远的、很远的，只能看看整，规个世界，因为全球化，大家集体自追的时候，它是远远被抛在后面，嗯啊，所以你讲啊，咱。伊呐，外界往来是不是对咱往来有损伤？嘛有呢。比如讲，因即嘛拍个，咱以前一关的台积电，台积电伊个晶片以前拢搞一关的柳生的去设嘛，柳生的去设啊，设伊个纹路出来嘛。即嘛柳生设已经即款的已经老掉啊，就技术已经维护起来，即嘛拢搞一关镭射器来个拍嘛。镭射器来就有一关奶气，奶气前加入的镭射来对选，我们叫我都做到3纳米、5纳米啊。嗯，奶气下面人咧出山。乌克兰呐，乌克兰的吃在奶气啊，还有个中国面貌冇是变啦，啊，即嘛台积电来去啊，别人买啊，啊，别人买较贵啊，我那是买有啦，我那是买有啦，迄个刚刚讲石油，等下冻石油的时阵，你讲别了有石油无？别了嘛是有石油啊。嘛是有少啊，但是较贵，而且供应吼在短时间差不多3个月到6个月来，这国际市场会大乱，哦，会大乱，会乱呐吼。但是故要人啊，故要无甲你买，以后你就会被人家忘掉了嘛。你的贵的市场来就会被人家忘掉嘛。忘掉一群，伊根本的无法都追上这个时代嘛。嗯啊，所以伊也在整个科技上面，他会因为人家对于关键技术、关键的零组件。哦，跟他的断绝往来，一降降降降降降，哎，萎缩型，啊，萎缩型，他在整个共产集团来对地位，就从老大开始要沦为老二，或甚至老三都有可能，这不是不可能的代志。嗯啊，你讲啊，气候民那民生必需品，民生必需品的选一个还假的，比如讲，各国对伊的制裁大小程度不一啦，但是比如讲，俄罗斯的飞机不可以飞过我的领空，这是规个欧美拢个制裁，欧洲、美洲、中个国家拢个制裁哦，未使飞过人家的领空。你直接飞你去无都飞越人家领空，迄个作假来的呀，因为迄涉及到整个民间的运输跟往来。咱讲讲，民间的飞行机哦，被飞行都要跟对方讲航权嘛、航管嘛，航管拢总有两款。第一款叫做低航权的，是飞越领空权，都要跟对方申请。第二，落地加油权，小英专访的专机进来去咱的阿拉斯加落地加油，哎，来改阿拉斯加申请工，我们申请第二航权落地加油站。啊，第三的商业工，我为家告你啊，不用台北哦，告当家，接着是第三航权。啊，那为当家邓啊，邓啊台北第四航权。啊，那个台北飞到当家，不个飞到首尔，不个飞到夏威夷。黑就是延远权啊，延长到更远的地方，那是第五航权呐。反之，那个对等的是第六航权。嗯，其实所以你第一航权飞领先人，这种懂的是哇，
迄航空就拢串起来，串起来。伊三月七八就停飞所有的国际航线啊。啊，过来选择讲船，伊个船往哪去用动起来？哦，船个船靠飞行器无同，船是要入去这国个港口吼，才由船务代理公司甲迄港口申请，甲港务局申请，啊，就会当地啊。因为船在大航个时代选，大家拢较开放啦。嗯嗯。啊，但是船即马往哪人动，俄罗斯船袂得来。嗯。啊，你讲啊，俄罗斯无敢无别国个船，你走俄罗斯跟澳洲之间的航线有啦，但是三大一关呢，轮船公司全部都宣布停止这一条航线了。为俄罗斯出来任何一个港口出来，都不来了。第三大公司的是以丹麦快维公司为所的啦，丹麦快维公司是转世界上盖大。嗯，有当个有人咧讲啊，咱的长龙敢是转世界上盖大的贵贵船？嗯，对啦，那一船船价的数量，咱的船价上盖多，但是长龙也拢较细只，比如当啊。一只船得3000 TEU、5000 TEU、6000 TEU安尼，所以 TEU 就是一个20公尺、20英尺长的货柜叫做一 TEU 啦。啊，所以是贵贵的量啦。长龙的拢是过来千 TEU 为主啦。丹麦快维迄是10000 TEU、20000 TEU 的加起来。啊，所以丹麦快维以准价较少价，但是伊个量，它的货柜承载量是全世界第一名。嗯，丹麦快维甲其他第二、第三，全部都宣布讲不爱，不爱飞到俄罗斯任何，不爱塞到俄罗斯任何一个港口。所以伊这慢慢啊，慢慢啊，萎缩吼，袂讲一时马上一枪毙命，但是会和俄罗斯足艰苦的。嗯，包括伊个股票，为25开始禁止股票买卖，到今仔日开放，开放是讲只能够买。公债，民间的公司债可不使哦，可能俄罗斯政府发出来的公债也当买不了。啊，至于股票一个小蛋的，为你你咋个动到去嘛？这股票拢闭死啊啦！因为坏俄罗斯发行的一些诶股票公司哦，原来拢有去世界各国啊发行 GDR 啦，就是讲海外存托凭证，比如咱台湾的台积电是去美国嘛，美国一般发行 GDR， 啊，因为伫美国，所以咱叫做 ADR，A 就是美国存托凭证。一般因伫外国，包括伫印度的市场股票市场，包括伫英国股票市场，全部都变闭死了，全部都变闭死。啊，所以黑根本之下，俄罗斯会破产不可，而且他的卢布没有人要跟他换，无法度换，伊的信用卡、的国外刷卡全部被停止，你外面是叫苦连天，进不得，退不得，所以未来伊的人民生活黑是水深火热啦，去哪里？有一天我们的发言说普丁会跟他严宽人同样很后悔说当时我为什么要打了免陈伯伟呢普丁会说为什么我要出兵去打乌克兰呢我想吃半碗腰所以这未来整个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后果普丁现在一点一滴的会让他很艰苦的很艰苦的张老师你人民这样没反对啊对啊因为人民去有骗他他说我们要打新纳税他比如说乌克兰是新纳税啊，新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当年历史世界大战是纳税入去德国家入去围攻于墨西哥，为到了当年。为到老百姓，德国家己都未得家己撤兵嘛，啊，所以算起来是俄罗斯赢。但是迄几个月内，这阵俄罗斯死偌济人，偌济人活活饿死，迄是足艰苦的。包括一关的关于纳粹的军队哦，为波兰进入了乌克兰内底亲俄分子，偌济人在那个时候被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就是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因被关的关于希特勒帮他成为。禁卫军第十四师，德国的禁卫师来这第十四师，就是乌克兰的人，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人组成的，专门那个时候也带给俄罗斯人很大的痛苦了。所以这纳粹的记忆犹新，因起码点来讲呢，污蔑讲啊，乌克兰政府就是新纳粹，但是德伦斯基是犹太人，犹太人呢、啊，那是不干嘛在装臭脸？但是俄罗斯人的就骗啊，不敢走啊，冲进所谓媒体啊，哎呦，对啊，是，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张老师，感谢张家的哦，谢谢哦，谢谢，谢谢张老师，对。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这边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发药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的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催促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即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个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个做萃取剂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去，来个挖去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那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掉。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就好咧照顾啊，不管你跳多摆，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起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啊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你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白来讲，吼白来讲。啊，当然，如果那是讲有这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努力的事业吼，是你看遐物件的人，你也当来吼，我个人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有的人讲他尾巴有枪吼，所来制作利息啦吼。来，这双机灵，我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芯片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这是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你降低油去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是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浆骨伤。如果那不只骨浆骨伤来个咱软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刚才讲的是吼，你打蛇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磨掉筋骨，就是开始关节的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一个有黏多糖小分子加原两倍，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的美国 NEC 两倍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或者是补充到咱人类。
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能够所来的主要成分。所以用这段经验才做朋友，有人跟介绍我非常清楚的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金入用的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三边以外，信兰公司也有希乐通，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这等候不清洁是袂使一个，怎么这等候白听哦？你家想方法解了对，也是人。好嘞吼，所以用这段经验才说，希乐通全部第一了，等候白。清理的就对，这个是刚才咱信兰公司，我就这个系统，这密码就传染化的就对。阿活技术，他都有人工阿活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用信话，我能等下清理，卡别去记得去等下别点，这非常清楚的对哈。所以阿个人摸报系统清，这个会用哈，未使回楼客，回了楼客就来像咱这条搞啊，赶快的对，楼客也他。开始怕人杂志就对了，有的东西就要开始，那条狗就不痛，不痛就会臭汪汪，所以上去的话，会更感官意识就对了，人家脱掉就对了，有关系我们走不服了，在哪里看不到哪里，在心中看不到哪里，后来会不痛，在脚不痛的，你把它清净了，所以上去的话，这五宝虚毒清来吃，保顺健，南树丁路钙和上边的地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保证给会员所，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得多，电台改咱的责任了，米巴接团就关火难者啊，那样样哈。所以主要在三边的话，能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你们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说明。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我这机是咱中国边库会诶叫对专线电话吼、来，咱接线去，要来开放的线电话，可能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开讲吼。咱现场诶就线电话2699455，2699455，带来咩电话？我关心麻烦个家，空六感谢，谢谢，来你好，在三幺七的主持人，大家好吼，发生战争吼，拢是吼，干那为家己想啦，阿袂吼为吼唔知人别人的死活啊吼，啊这这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战一个月啊，啊到今嘛俄罗斯死活最多啦，到40000呢，吼，啊一款呢，嘿乌克兰嘛死未少，啊你个想看啊咱将咧子弟啦吼，啊起啊遐大汉真无简单。啊！遐少年上山去遐见习沙场，这有啥意义？遐士气拢低落，俄罗斯遐拢吼，伊拉士兵嘛唔知道为何而战呢？为谁而战？所以拢是只加咧画画，迄个普京啦，画头啦，这拢无嘛，吼、这拢俄罗斯啦，吼、啊拢吼，干啦为家己设想，吼、啊无为别人设想，啊咱囡仔起啊遐大汉，啊去丧事。哎，这有啥意义嘛？啊，这天今嘛，这习近平咱嘛足危险的嘞，吼、咱是一定受孽嘛，啊，伊嘛是得要甲咱拍，所以今日三方面一定要，咱是我是重视讲武力一定要平衡，咱今日啊武力差伤多，哎、啊，都今日够高啊，直接就拍过来啊，啊，做红衣啊，做好国防，哎、国防咱一定要加强，咱不能看别人啊，但毕竟这届乌克兰如抵抗如。强嘞，是强嘞，好，感谢你哦，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我刚讲了这林胜文哈，哎哎哎，那你啊，你中国那你啊好啊，无希望，真正啊，伊就故意
加上你的去到德国就好啦。嗯，你只要一只钱，只要没敢差不好医生对吧？哦，我们台湾那边人南最台湾嘛，台湾南还团结啦，然后还有个那个征兵处哦，嗯，那条还还有无人征兵处，这么五的点头了哦，五的用了哦，是啊，你民心苏西大团结，是，我们就感谢你哦，谢谢哦，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哈，这个我准备上了的时候，他最后总结准备这才几半波啦。啊，冇是最严重啦！哦哦，诶，啊，个最好电车，咁你这台电冇包，只个冷门。严重了喂，啊，先先搞起，再系桂花地头啦，要拍起啦。嗯嗯嗯，对喎，安尼其他系桂花地头啦，拍到，咁特别是讲乌头啦，台上重视，而且就搞重视无嘛，好就买台嗰啲主持。哦哦哦，咁就是吼，嗯，人啊，要迄个啥，要替人讲话吼，你好歹你嘛讲我，把少把钱。他个人，到现在个人攻击了什么呀？乌克兰小鸡，小鸡了上小鸡俄罗斯了啦。小鸡，好嘞。对啊，嗯，一个人在讲呢，拢是非常啊呢，一个人在攻击了乌克兰，先小鸡俄罗斯就反。真的哦。那我们现在只要听到他讲什么样子，大耳朵，经常在听听阿伯啊。是啊，那啥吧，无咩啦，那啥吧都不多，也主要不懂个空调啦。对啊，啊，再来就是吼。但不是在咧讲迄个山东迄个台湾北边买武器啦，台湾买武器朝起了中国啦，啊，领导俄罗斯咧，迄个啥乌克兰咧，全部放边交，放边交武器，要怎么怎么讲咯？就人家上面咧公司进展，你人家头壳拢不要想。咱台湾哦，一点无屁话咧。不管国民党讲啦，咱台湾国王都是做愈强愈好啦，安尼就对啦。我希望啦吼，就上上车啦，卖工作我爸爸就可以啦，什么过过几条卖好。对啦。我打工哦。你台湾就混不下去，像怎样？你直接挂西界，咁样？咁样出真起劲啦！嗯，好，谢谢。咁样子哦，好，一个人我是最了了啊！你讲起来咁解哦，好，咁样啦，谢谢，来，你好，三位大哥，喂，你好，你个讲爱讲，这是一定爱啦，但是有时啊，伊这个震动。讲一句较白，较听较有诶啦，台籍诶军官诶将领啊，提拔。嗯。啊，你哪拢贵诶遐吼？有诶中国心诶吼，无好。到时啊，你军人规队，规个的话，那不怪伊咧话啥，讲安尼一个开战啦，是咧打仗啦，中。开战及中战的是这意思，因为呢，国民党从过以来都是拢用导航的啦，伊用导航，无伊免哪怕输，怕输总乱动嘞。哎，这大家阿哥这个解放军就是国安危机哦，最近又叫马英九开放一挂遐大陆的投资，拢是遐。政协委员来家咧开工厂，啊，拢大台湾拢开工厂，但是最主要就是咧提咱的考古机，嗯，这爱注意啦，对啊，政府拢爱注意，感谢，来六拍台，来六啊，拍台好了，六，喂，哎，好，六。这些全世界拢是民主的支持民主的，啊，独裁的支持独裁。嗯。啊，国民党的独裁就是支持国共共产党独裁。这都全世界拢闽南，这拢迄间咧看到知影。对对。明啊，这个想要求到这个卖人讲，这个教派的卖人讲。嗯。你发明这个九二共识。嗯。啊，上面咧，那首战集中战，啊，现在你都打盘主义啊。对。啊，所以咱台人爱一届选举爱认识啊，认识各认识啊。你啊，你的国土哪去哦？共产党占你，你的田园土地所有权证，副本迄拢无效，因为土地就是共产国家的，因共产党无输人的国土地呢，这土地拢占有的呢。啊，所以你讲你有几百家，你有买起来几个几千万，迄拢无灵的啦。所以这个选举绝对爱到爱搞好国民党多加大大波，别再让国民党不白的。是，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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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工智慧是所有人的错的嘛，而且就是安来，今年可算是错来，只有很远了，大家就没有烦恼，你跟你工作的意义有没有见，我老板和我老了，阿爸把人做不了白了不了真笑哎真笑哎大哥我大哥我你听啊我你这个听啊咱绝对不是笑哎没有真的哎咱跟这台一起印出来的我再给你把它出来的翁南亚谢谢啊翁南亚好我时间到了我要来公告了感谢啊谢谢不然就接电话了是的啊来来来进攻歌随着等等下来，感谢。不然名英国加立陶宛国会议员呐，拢纷纷表示停。